为何在此撒野？六寒叔可是为你所伤。哼，炎刘两家水火不容，他一个柳家弟子，微末道行，胆敢上门来讨要星图，岂不是自己找死？果然如草菅人命的强盗一般。何许人也，竟敢当着我的面如此行事？你就是幕后的主使？大胆，你这是挑衅我御剑宗。五星连环阵，斩！蓝风师叔，不好！阴险行事，无人敢如此挑战御剑宗威严，你去死吧！想怎样？与其问我想怎样，不如问问自己，若我落到你手里，你会怎样？御剑宗门不光是你，你的亲朋故旧、师门弟子都得死。以无辜者相威胁，更不能放过你危害世间。此去妖界万里迢迢，不知还要面对多少战斗，我正担心消耗不起，今日总算得到些许补充。都得死！徒儿，此人不是那化言曾从人间传回影霄的秦羽吗？那逆阳镜的宝物。
小，离开这儿！哼，就凭你，血魔道法，开！爹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安明，快助我拿下这个逆子！刘尚。就你这点实力也敢在我柳家撒野？家清理门户。这小子打算拖住我等，让你逃跑，却没料到已经自投罗网。徒儿，我不该教你那魔道秘法。你不是一直想学破天剑诀吗？为师现在就教你。剑诀第一式，四红。韩明，破天剑诀第三式，断将。为师亲手用这神剑破天为你报仇。秦羽太过猖狂，今日必斩你。弟，轮到你了。道友，道友饶命啊！我此来只是完成师命，实在也是身不由己啊！哼，御剑宗诸位先帝已然赶到，我劝你自负求饶，还能留个全尸。果然饶你不得。林姑娘，有强敌来袭，先请入我的青玉仙府。韩叔，依旧交予你照顾。
可是秦羽，竟敢当着我的面杀我御剑宗门人。他是你的门人，那此仇也有你一份。小辈找死，当着前齐道兄还敢如此放肆？你可知前齐道兄乃是羽皇陛下麾下的三十六军之首？我且问你，此人你可认识？秦羽，羽皇陛下不会放过你的。华言，他滥杀无辜，本就该斩。果然是你所为，那逆殃镜中的宝物为你师叔所得，想来也是确有其事了。说出他的藏身之处，我容你自尽。原来如此，终究还是为了夺宝。你们要找我蓝风师叔，他就在此处。就是你等为了逆殃镜的宝物在寻找老夫啊？装神弄鬼，拿下。是。万寿符。如此凶顽，斩灭一个，先替羽皇陛下夺了万寿符，擒下另一个，再慢慢拷问迷神图卷的下落。小子，见识了先帝境界才可悟出的空间之域，你今日死得其所了，先拿你祭剑。先斩落这小的也是一样，重金仙结阵，我要让他跑了。总会罢课，这样下去，极品元灵石很快就会消失殆尽的。看来
若想再扩大战果，需寻找机会一击必杀。夏华，拦住他们！就是你了，孔兰。主人，以神剑为引。先帝，先擒下那蓝风，请与区区小辈逃不掉的。哪里逃？镇山一绝，玉环剑法。真有转移空间之能。前辈，多谢你利用青羽仙符助我脱身，还特意去寻回了思思，可安舒坦？安舒之事因我而起，当由我去了解。害死安舒的是那一帮恶人，怎么能说因前辈而起？我发过誓，我会为安舒讨回公道。安舒之仇自然当报，可这银弦心血皆在羽皇之下，此时咱们还是应暂避风头为好。嗯，此星球就有传送法阵，你们还是快快离开吧。前辈，那你莫要担忧，我定不会无谓冒险，只是你们跟着我更加危险，你们走后我也会隐藏身份，寻机传送离开。前辈，林离明白了。真是万寿谱啊。陛下，万寿谱现世，想来迷神图卷也在那蓝风手中，依属下拙见，应立刻封闭整个银弦星系，布下天罗地网。回事儿，传送阵怎么关了？就是，什么情况？老子着急赶路呢。你们不要命了？这是羽皇陛下之令。去你的！少拿羽皇陛下吓唬我，我看就是你们假公济私，为难大家。大胆！让开！几位大人，小的恭候多时了。
羽皇陛下押送到狼火星交易的神器随后就到，我等先来确认，传送阵可以准备好了。啊，知白先帝早就有令，法阵早已锁定了唯一目标蓝火星。诸位大人离开后，周围一片星域的法阵也还会继续封闭一段时间，直到蓝火星交易结束才会重新恢复。周围法阵竟都被封闭了。此事要赶紧通知秦羽前辈，莫要让他四处乱闯，反倒暴露了身份。国奴以你体质特殊，修我血魔道法难免会有后患，每隔百日必须要压制嗜血魔性，你万万记得，每到此时务必来寻师尊，若是万一有所延误，就去寻找功法纯净之人，吸取其法力以暂时压制。师尊，徒儿已经找到那至纯至净之人，定能压制住魔性。此星球隐藏了不少高手，难道是羽皇察觉了我的踪迹？玲玲，不好，有人要伤他。所修功法纯净，是难得可抑制我嗜血魔性之人，今日要借你性命一用。你是何人，竟敢公然如此行事？将死之人何必问上许多。思思，无需担心旁人了，将你的法力生命力都奉献出来吧。何人胆敢多事？这件事我管定了。金前辈，虽不过区区三级金仙，可修的竟也是罕见功法，今日正可擒下你，以备日后之需。什么人阻我魔族行事？魔界的小子休得猖狂。哼，不管你叫再多帮手来，也不过是送死。就凭你得罪魔族，你想过后果吗？横行无忌，你想过后果吗？要你们都葬身在这里。
秦前辈，若不是前辈搭救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对了，还有一位前辈呢。无需如此，我师叔向来喜欢独来独往，方才已经离开，你莫要介意。传送阵关闭，直到蓝火星交易完成，神奇。啊，林姑娘，多谢你冒险报信，秦羽真的要告辞了。前辈，你为了韩叔，有些事我必须去做。前辈要做什么，林林知道。前辈既有了决定，林林也不敢阻拦。何况此事也是林林之愿，指望前辈千万小心，莫要太过涉险。前辈也不必担心于我，我想去之前和韩叔去过的地方再走走。我已将韩叔灵石注入其中，能够常伴你左右，向来也是他的愿望。珍重。韩叔，秦前辈会替你报仇。劫羽皇陛下之宝，抓住活口，定要查出幕后主使。往哪里逃？请人自爆，我们走。你干嘛呢？哦，靴子有些不适，我已整理好了。报，劫匪自曝身死，未能擒获。归队，出发。